相应的就是四，就是发这个音，那么就一四六这样子我就记。哦，这样子记法。嗯，对。所以还是会引用到的啦，不能完全把它丢下。那我想想，就是说，因为海英他练，他练的太多，所以他对这些他已经超越。我们就说上年纪才学的话，嗯，我的经验里可能我的经验或者 Mary 经验比你们更接近一点。他那时候说哦，这个不用这样子。啊，你不用现在强调啊。对，现在这个 Doremi 这个音名和这个唱名。唱名。今天我们没有讲到，不能对着。现在我知道 Do 是 C。对。我们还没有机会去讲这。会不会有会？第三堂会讲。哦，会讲的。OK。对对。但是简谱都要学，因为后面的，就是说这一二三四的哆来咪嗦来西都会用到，后面一定用到。所以，只是我们一开始不讲，因为就是说经常堂课让你更记住 C D E F G 的那种音音，然后到时候你就。对。还是会用上的啦，还是会用上的，只是太多东西了，所以对，今天只能到这里，已经够多的了，我觉得再讲下去你们要受不了了，所以发了是发你们对对啊啊啊，这个琴有没有 stand 的，这是你租的对吧？没 stand， 没 stand， 好，那边有问题。就说是这键盘就是从 middle C 开始，如果是记得 C 调的话，就是哆来咪发嗦拉西挨着来。对。这就是。对。对。我看在谱上有是哆来咪发嗦拉嗦。谱上没有这个。你讲的是别的调对吧？好，那到第三堂课才对。拉拉拉拉拉，对对。但是它在琴上的位置不一样。对。这个就是最难的。不同的对位置不一样。这个手就是一二三五，放到这儿呢，哪一个都可能是一二三五。第一堂课很多同学都很多问题，但是上到最后一堂课，把问题全都解决。所以说这个。这一二三四跟这个对不上了，对不上。这个一二三四跟那个音根本不是对不上的，对，不是对上的，是这个音不是唱的，都是哆瑞是对上一二三四，真的，但是手指没关系的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就只要不要太走音。哎，功课写了没有？写在黑板上。我写了，功课写了，照相了，照了，照了。课表也有，对，功课一定要做啊，一定要做。我再发一次。发群，发群里面的对。哇，这个是蛮高的，蛮高的，蛮高的。要做。是要搞传统，我们要坚持下去。
会的，会的，看有没有下来了。对对对。你学了新东西，你会很 happy 的，对吧？对对对，可以。你因为这真的，你没有太多机会可以有这种机会学。对对对，对对对，然后那好，赶紧的学完了，才想要你补上的，你自己可以谈。对对对对对，啊，因为希望你们每个人都坚持下去。杨姨，你这样子，她是我姐妹。对对，她就是，我就是，她就是让你干好活，练好活。对呀，对呀，对呀。我觉得，我们每次来都喜欢阿姨。哈哈哈哈哈。对，不用笑那么漂亮，是吧？漂亮。就这样接话，对对。是要收椅子要收起来往后嘛？你们看后面那个椅子，然后桌子要 parallel parking， 桌子要 parallel parking。对，然后对那些线呢、啊，都放在这个牧师这边的位置，把线收起来。下个礼拜来了，你们自己从这里拿。哦，要不要桌子就靠边，只有白桌子需要折起来，其他的桌子都是 parallel parking， 就是靠墙。对。